原来你是被这个东西干沉默了啊。是呗，还出那个新的打野，明天出，和下边走吧，一级打不过。我今天在外服都看到了那个新打野，很厉害，那个英雄有点适合我呀，我感觉死妈一样的那个傻逼，就是无脑操作的，妈全图无脑跟人，这怎么玩啊？我不知道那个英雄全图无脑跟人怎么打。这是缝合怪，而且他们还有控制，看不懂这些英雄，而且还有控制，这傻逼英雄你知道吗？新出的狼狗我都没玩过。对，缝合怪很厉害。这个，哎，这个设计师是真的一如既往的 S M M， 天天新出一些奇奇怪怪的英雄。我操，妈的，接了个电话，我操。刀都漏了几个，闪了，来了，他学的艺，我没有刀子。啊，我怎么是彗星啊？我操！看一下。哎，来上了。怎么？直接嘛发单子，真的敢发，一区1200到1400，有状态有状元接吗？这种单子谁敢接？这种单不内定吗？他为什么发群里头？我这种单子主要是也没人敢接啊，这谁敢接啊？找大哥能接，找眼子，找眼子，对，只能找有人脉的，只能找去找。哦，人情世故200。手打的也有，但是手打的应该会很贵，30-40块一把。趁着手打得上去啊，打得上，实力的，趁着打上去。你去接了三姐，我帮你接了。对，我说三姐随便吧，打孙子。对，很猛，我是真的超级。彗星奶妈还挺狠。大成，在对面也有搞这。
还好有个鞋，妈也是有点饱，真的。他知道是去哪里。有时候玩杰斯这种英雄，很怕碰到这种没有脑子的打野，这种很蠢的这种打野，他就觉得你玩了个这种英雄，他就恶心你。他也不管对面上单是个玩的。杰斯这英雄死妈了，太恶心了。在中路比较厉害，这个版本上单杰斯一般般。上单杰斯确实。中路出没在等他。之前好猛，之前打野，打野差一点完了。哎，别！啊，杀了！哎，要不要进来？没 W。怎么办？我这石头这点这样这都丢不动他了。哥，等我啊！我这波打了情况来下。我以为没中啊！我操！原来你还有助攻的。我正好想 K 一下，妈！看到看到没有？他那看看见了，看见了，看见了，杀不死我俩，我技能都在。哎，前面没认真跟他打，接了个电话，我操！电都被推烂了。哎，直接放 W， 牛逼！哎，怎么还有个螳螂？这螳螂怎么在这个位置？他怎么在这个位置卡着？我笑死！打匹配是对面的人不打字。把排位系的每把都打死。打排位吗？我打天一的钻石阿花打死。互动。而且玩上单的出来打死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把拉扯起来。这个逼他妈的个巴子又在上面也救一下，哎，上面老是在我这儿，我吸血的，哎，他没蓝放大了，没吸，没蓝了，是他这真救了这个剑姬一命啊，他这总是出现在河道，哎，这种低级失误还是少犯，可以打。经常犯一些机器失误，他妈打 rank 也会忍不住去犯。疯狂出现，不错，我都吃到八级了，出现吃起来了，下个地势再搞一次，妈，现在太垃圾了，加强了三个版本，他又来了吗？不会，加什么加强了三版本？耍刀。没啥用，额外伤害才100。哪个东西？什么刀？什么刀？打刀的。打刀。就这个装备。
不然就是加一百伤害。打漏了呀！不如肯定不如出这个或者罩死。寒蓝的话，我们寒蓝好垃圾。好拉出那个都挺垃圾的感觉。寒蓝现在好垃圾。然后所以现在。现在寒蓝没有以前那么。寒蓝有个版本特别猛。现在我感觉寒蓝的伤害就缺那么多。有个版本很猛，现在贼垃圾。AD 打野好像都不太行。就是他是猛送，人家知道你远，人家知道，人家死了无所谓了，反正人对人家知道人家来远，他就是不走。他其实走了的话，对面老鼠去上了，对面不会赚很多。老鼠去上了，他死了他就亮个表情，反正峡谷之巅好像就是得无脑抓下，就先锋都可以放，你知道吧？打峡谷之巅。我因为我打其他区域好像先锋不能可以放了的话，其他东西可能一条路就直接就没打峡谷小龙重要的，对，打峡谷好像是小龙要大于先锋，其他区的话先锋要大于小龙。他妈最近就是打的不太那个，所以我他妈的我应该能双杀。我老是要去控先锋，每次一控先锋下路，他们崩了就出，崩了就出，没把他们下路。这人呢？我操！打峡谷之间就还是得保着下路，就下路会吧。你们得。我在出个破盾，我看你俩咋玩。哎，我操！我后面怎么有个偷袭的狗？后面还有一条。还打不过他。这傻逼从这绕过来了。他从你蛤蟆那个草绕过来。啊，真的假的？哎、怎么一下就死了？牛逼！太脆了呀！低能的东西啊！没有跟他没他，你没跟小兵一起上，跟他孤立。我跟小兵在一块了，没什么用啊。看上的表演。你那个位置是孤立还是孤立还是？感觉操作不了了呀。他孤立是改的。没伤害。现在的孤立很近，范围没那么大。我提过去打得过吗？你觉得？能打能打，你后卫一下。我感觉。我有三千子力的话，随便拉扯。你再卡你妈的个臭逼的队员了，他已经被我拉扯了。感受一下，感觉。也不算。我们打匹配这种优势，我看到你们烂，我都不想输，知道吧？妈的，就习惯了。然后打到峡谷之巅，看到他们烂，我也不想输。匹配优势太多了。不行。不想让打排位一流，主要是峡谷之巅那些人他烂了，他去送他打不回来了，能明白不？他没有实力去打回来，能明白不？
他实际 DS 就不玩了。对，所以就是得保着下路打，峡谷之间就他妈得保着下路。你 DS 就亮表情。峡谷怎么样保着下路打？就其他路再大优势，其实这把游戏就能。他妈，最后我这把还没游戏没有一把，我是无脑搬下的。我想了一下，那牛逼。我就是刷下去搬，下下去发现没机会了，我就不搬下了。我绕也没有绕，就应该绕了。我们下路可以直接上高地了。拆吧拆。就是我之前不是我好像记得打我打过一次外服，我上路啊、哦、不知道是外服还是哪服，啊、哦、不对，还是我们把得一直搬上。好嘞，好嘞！哎呀，最后一下，要抬一个。来嘛！好奶，好奶。晕都给你奶晕了。明天要新出什么皮肤啊？有没有啊？怪兽系列的。